那套你都学会了，锄头，锄头那套都是学我的。做人要像乌龟，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动物，别人不管怎么样生气，无论多着急，它总是慢慢爬它自己的。别人骂它，它不回嘴；别人打它。 他不还手，老老实实的把头缩回去。等敌人走了，他才慢慢把头伸出来。你看，乌龟是多么的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他是一个多么能屈能伸的大丈夫，不像人类那么爱逞强斗狠。我想，除了猪以外，在这世界上，乌龟算是最聪明的动物。 至于我嘞，赵东山，为什么要养乌龟呢？因为乌龟是我爸爸。叫为什么不叫？我没有跟你说，你自己讲的太得意，没听见。 自己活埋啊！出来，主帅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带他们去看打波儿是我，说乌龟是你爸爸也是我，要杀要剐就冲着我来，不用找其他人麻烦。 干嘛？你问他习不习惯干嘛？又不干他的事。他们这些臭男生，没有欺负你吧？没有，他们像大哥哥一样。那就好，过两天女生拉拉队就来了，你就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了。谢谢主任。主任，你可不可以？
不要处罚吴大哥。你睡吧。你少该先了啦，我现在已经很了解你了，你最懂心战，他们应该派你到金门去喊话。你打我好了，你骂我好了，反正我已经习惯挨打挨骂了嘛，又不干我哥们的事。我呀，啊，在你们里面谁是老大？班长啊。很好，我很高兴，因为你们的老大懂得维护你们，而你们呢，也懂得尊重你们的老大，这表示你们懂得这个长幼有序的道理。在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里面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美德，你们要好好珍惜，好好的发扬光大。早点睡啊。班长，班长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？班长，干嘛跟你说这些啊？班长，你一定要带我们去看大哥啊！你要带我们去吗？班长，你要带我们去啊！你要问主任，他不答应，我也没辙。还不赶快睡觉，快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老板，我是训导主任。哦哦，主任。哦。哎，主任啊，我看你还走来走去哦，有什么事情，要我替你服务啊？有啊，我要借用你的电话，打电话给我老婆。嗯。主任啊，主任啊，主任也是人啊，你也是男人啊。来阮家吼出差的客人很多哦，他家里嘛有老婆哦，哎，人伊蛮寂寞嘞。啊，主任哦，你老婆哦在家，啊你一个人在台北哦，你蛮寂寞嘞。哎哎，哦，我看很多啦，我看出来啦。主任呐，啊，我是目睭哦，我头一遍看的啦，我你那才老实啦。其实啊。你应该嫁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公，当我老婆很幸福的。主任呐、啊，董主任呐、啊，你哪无气言哦？我最小的哈、哦、也愿意啦。几点到吗？他打来的时候我不在，我看到柜台留着条子，我还没给他回电话呢。我是希望你能来。我不相信你是因为诊所太忙才不能来，一定有其他的原因。不是那个原因，
因为诊所新来的大夫，他对诊所还不熟，所以。谁？是我，天颂。东山，对不起，你等一下啊，因为新来黄大夫他找我，我问他有什么事，你先不要挂啊。烧了一壶咖啡，味道不错，你要不要来品尝一下？我怕我喝了咖啡会睡不着哎。你还好吧？你今天那样子把我吓死了。我总是招来好了。其实喝咖啡是个借口，我来的目的是……对不起，等我接完那只长的电话再说吧。对不起啊。启东山，我还是决定不去了。好吧，你自己保重。鸡翅汤，鸡翅奶鸡呢？我想，我也一样睡不着。你是主人，我是客，不要客气。其实，喝咖啡只是我的借口。我真正的目的是，希望你说出你想说的话。你是为了今天短刀和文清姐来事不开心吧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，
不要你管。妈呀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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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呀！你给我出去一下。我只是要看看他，我并没有恶意啊。三更半夜不睡觉，想看他，你有神经病啊？我正常得很，我怎么会有神经病？我不怕你有神经病，我就是怕你正常啊。哎，那你就要体谅一个正常男孩的需要啊。谁叫你晚上带我去看大哥？一个正常男孩每天正常的需要就会好几次，像我就上百次。你要懂得克制啊，你要把它留给你最爱的人嘛。像我长大那么到现在，就还只有一个陈秋满。哎，你至少还有一次，我连一次都没有啊。我希望娃娃就是我的第一次。那你就要先爱他。秋满说，我一定要先爱他。对一个你想要的女人，在你得到她之前，你一定要先爱她。娃娃，不要怕。凡丫，他没有怎样，我会保护你。你睡吗？我睡你旁边，我保护你。欺负你，为什么？他们只是顽皮吧。我每次发现你被他们欺负哭了，我心里就好难过。没有啦，其实都是假装哭的，这样他们才会高兴啊。你不是太可怜了吗？只要他们高兴，又有什么关系呀？在家里呢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我家里有七个小孩，我是老大。我家里好穷，好穷哦！我家也是，我家也是好穷好穷。家里女孩子又多，自从妈妈死了以后，爸爸就把我们女孩子统统卖掉。前天爸爸又死了。我养母，她就把我送到妓女户，在妓女户，那好多人欺负我，可是都没有人保护我。宝娃，她比你幸福多了。这是他们欺负我，是没恶意的。
不可能啊！哎，老大，你以前不是告诉我们，你一个男人把女人不一定要先爱她吗？那是在我爱上秋满之前。白痴，男人要得到女人，一定要先爱她，那是对女人的尊重啊，要不然你就是把她当老稀拉一样。哎，老大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觉得这个娃娃，她好像不是锄头的表妹，她可能真的是那。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没有啊，不过林真坤好像已经知道了，你也知道了。我一开始就知道，锄头要他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是要我们保护他。我警告你哦，绝对不会告诉别人这个秘密。不会啦，我绝对不会啦。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他的身世就不尊重他哦，也不可以剥夺他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听到没有？我怎么会？我喜欢都来不及。那好。我让你去向他道歉，恢复他自尊。我明天再私下跟他道歉好不好？今天当这么多人的面，那我的自尊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就是要你有点君子风度，当众向他道歉。我就是要让其他男生都知道，任何人对他都不能有非分之想。追可以，但是不能随便碰他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古板了？我们还是不是哥们啊？你要为了一个马子让我这样糗大嘞？我要当你不是哥们，我要让你糗大的话，刚不会把你叫出来，当大家面我就扁你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好了好了。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。谁叫你长得太可爱了，让我忍不住动心了。你真有一套哎，你！从今以后把马子都不用我教了，甜言蜜语比我还会说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睡觉睡觉。你让我出去。神经病啊！还没注意他有没有钱。当你不爱他的时候，你当然不在乎他有没有什么了。你长大了，吴远杰。谢谢主任。多经历了一些，多懂了好多事情。哎，谢谢主任。进来啊！主任，你会不会气？会不会不欢迎我住在这？哎呦，怎么会嘛？不会啦！进来啦！进来啊！我不怕你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像你这么大，正在混太保的时候，李姐姐的爸爸是我的训导主任。哟，原来主任也有这一套哦。所以吕姐姐不会在乎人家的出身，不用担心。进来了。
哎，老铁，这个苏云球员的中学球员都到哪去了？哦，苏云中学球员都到哪去了呀？他们算好啊，早下来讲去朋友家住了。哎呀，完了，糟糕，我怎么向老板交代呢？你看，你要找他？对，你不要去球场找他呢。哎呦，哼，讲到那个主任哦，刚才会在旅社睡觉了哈，还会打球了哈，什么都未晓的啦。下面也就未晓的啦。球场，交给你啦，我这唔痴迷啊。丢啊！注意啊，东西不要乱动啊，有点规矩啊。快坐下啊！怎么坐椅背了？这个圆圆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懂啊？那你每次在女厕上厕所都怎么上的？没有啊，我都是这样子蹲着。你干嘛？你拔不出来了。三个是聋子是不是？出去！连规矩都不懂。主任，时间到了，该去接我们的啦啦队了吧？陈秋满来了，你打球就会比较来劲的。安心的在这跟他们一起等，反正你是我的小表妹嘛，我想那些女生不会对你怎么样。我去拿一件吕姐的衣服给你换好。主任，我这件衣服不好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怕你没有衣服换。你是怕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。不是，那这样好了，等他们来了，我让吕姐姐带你去买几件新衣服。我不要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啊？谁呀？没有。我绝不会以一个人的穿着来判断他为人的好坏。哎，对了，像我们穿的像鼠拉架一样，人家也不会把我们当坏人啊。好了，怎么干嘛的呀？对，尤其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穿什么都好看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放轻松一点，这样好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限制你，好不好？王小贤，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一家之主，你就是这些孩子的爸爸。
孩子的爸爸。没错，这个家就交给你。哦，是。这些孩子的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尿尿。哎，爸爸，我要吃奶的。好了，到人家要懂得规矩，把脚放下来，不要让人家以为我们没有家教。哎，爸爸。老大，你老爸一天到晚打你骂你，你现在自己当老爸，你要怎样对我们？你不乖，我一样打你。妈，哎呀，要是我爸爸打我的话，我也要学你翘家，怎么样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好了，你们静一静。我打电话给我老头，我有点担心他。班长，他爸爸中风。喂，爸，我是杨杰，你好吗？来，我很好。他表妹，那我们就叫你锄头表妹啊。我们老大告诉我，要想得到一个女人之前，一定要先爱她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能爱我？台北去了吗？我临时决定跟你一样不去了。对不起，黄大夫。哦，没关系，你去忙。先到房间谈一谈吧。我不去，是因为诊所走不开。你不用解释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你不去，跟李明珍自杀有关。你是想牺牲你自己，成全主任跟李明珍？你这样子实在是太傻，也实在是太伟大了，老师。我只是个凡人，我只想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。我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你不去，李明真是乐了，你跟主任可痛苦了。如果你去的话，顶多李明真一个人痛苦，你跟主任都会感觉快乐啊。你为什么要拿两个人的痛苦去交换一个人的快乐？那又不是太傻，也太不值得了吗？不是因为我和主任痛苦，我们都不会自杀，一咬牙也就过去了。可是李明正不同，我们不能只为了贪图一时的快乐而断送一个人的生命，这样我们不但不会快乐，反而会痛苦一辈子。
说我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。昨天我去欧阳先生家看到他爸爸，发现他爸的病是装的。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他爸还很担心我会告诉杨贤。你现在总算明白主任很想信他爸的苦心了。我并不介意他爸爸对我凶，我是活该。我只是忽然发现你们期望杨贤改过向善的决心多么深，而我就是阻碍杨贤向上的最大祸害。不要这样，秋满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奋发向上，互相勉励，互相依赖，你反而会变成他最大精神支柱啊。我很了解我自己，别人说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生什么样的种，我亲眼看见我妈跟爪爪子他们互相勉励、互相依赖一辈子的下场是多么悲惨。但是那里面有爱，那里面有爱呀、啊，爱就是这个样子的嘛，老师，爱就是这个样子，像你说的，充满了苦涩、心痛、失望。但是老师也说过，爱就是因为充满了苦涩、心痛和失望。一个懂得怎么样爱人和被爱的人，才会因为心中充满了信心、勇气和包容，而显出他人格的伟大。还有牺牲，老师。你忘了说，还有牺牲。秋满，那你赶快打电话告诉杨贤，解释你为什么不去。你有解释吗？你有告诉主任你不去的原因吗？他们都会明白。他们都会明白。哪有像你那样霸王硬上弓的？情感是要培养的嘛。哦，就像你这样上去，哎，小姐，你爱我好不好？你爱我好不好？爱数正数学嘛。哎，
我总是觉得他怪怪的。哎，老大，他每次跟我们在一起都好好的，可是我一想把他，他就这个样子。我觉得他像一只受创的小鹿，你不能再像那样惹他。可是我想先跟他培养感情啊。不行了，他有那样的反应，你就要赶快紧急刹车，要不然你会把他吓跑。我猜哦，他背后一定有很多可怜的故事，他才会那样敏感。老大，你管太多了，我又不是真的你儿子。没错，主任要我当成爸爸，我就要好好管你们。现在我要你去向大家先道歉。哎，是他妈先动手打我的。笨蛋，我要你道歉，是道歉给娃娃看的。什么？娃娃现在有点怕你，你就要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呢、啊，这样他才会对你产生好感。可是你又叫我不要惹他。笨丫子，等他对你产生好感了，他就会自动来亲近你啊，还要你去惹他、啊？哦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老大高吧？哎，高高高，老大真是高明哎，讲话跟锄头一样绕圈子的。老大别的不会，就是会把马，以后我会全部倾囊相授，谁叫咱们是哥们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大秋千，刚刚是误会嘛，我先向你道歉了。会有一天，我会叫你不敢再欺负我。哎，你看见了，我向你登峰道歉喽。你骗人！你根本不是存心向他道歉的。老大，我又哪里做错了？我哪里做不对了？好了，娃娃，班丫丫对你并没有坏心。他只是喜欢你啊，叫他向林真坤道歉是我的主意，目的是希望得到你的好感。哎呀，刚刚他伤了你的自尊，那是无心的，现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不要伤了他的自尊，好不好？真的啦，我们对你都没有坏心啊。只有一个字，成。你想要让人家喜欢你啊，你光耍手段是没有用的，笨蛋。啊，是是是，老大明鉴。成之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你懂不懂啊？是，老大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娃娃。啊，来了。哎，老大。他不是对我笑，他不是对我笑。不习惯有那么多男生把你们家弄乱七八糟的。有你在啊，什么都不怕。哦，对了，
我要特别跟你们声明一下，我在台北有个小表妹来投靠我，我让他们跟你们住在一起，给我们当啦啦队。